他我都说了，他在对面很开心很快乐，对吧？他在跟易老板很开心，我们也不要去说那个易老板什么的，干嘛干嘛的，只要他们不说咱们，咱们就不说他，好吧？只要易老板不说我阿伟，我永远不会说他，他说我的话，我还是会说他呢，知道吧？因为人嘛，都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还是要对你好，对了你好，你还要干我，还要搂我的话，我就安排你。是不是？我以为你还对别人好嘞。安排。是不是这么说的，家人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不纠结这个过去的事儿了。不管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去做，然后让别人去评价吧，对吧？啊，那一老板确实，他就老说一个，就是说我把阿紫带出来就不管他了，或者怎么样，他不会了解我们之间的事儿了，知道吧？你这阿伟太花心了，阿伟到现在多长时间没有谈恋爱了？你们竟然说阿伟太花心了？哎，这些真的，这些家人们，你们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阿伟，我真的我都气不过。如果你们说这个话的话啊，阿伟到现在为止，他有谈恋爱吗？他有跟谁在一起吗？没事，他这个有些时候，我说了，做不了十全十美，包括现在直播间有将近4000个人，也有讨厌阿伟的，或者也有黑粉的，知道吧？不可能都是喜欢阿伟的，所以呢，咱们就做自己，好吧？我们就把眼光放远一点，格局放大一点。如果现在我希望的一点就是，家人们听好了，我希望的一点就是，今天所在直播间看不起阿伟的那些黑粉，转眼一个月过去，回头看一眼阿伟的时候，我就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你会被雄起，会不会越来越好？对，会不会？会不会？你们回头看来看我一眼，哎，原来阿伟是这样子的。以前怪错，错怪他了。家人们，原来阿伟没有那么坏，就是不是都相信阿伟没问题的？真的，我是一个很有这个冲击力的人，知道吧？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哪怕我今天晒一天太阳，我也愿意去做。真的，以前你们不知道，我就认识了阿子木他们的时候，阿子跟阿姨认识他们的时候，我愿意去跟他们陪着他们一起挖土豆。这是我喜欢走的路，我愿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天天晒太阳晒成黑黝黝的，我回来的时候，他总说，阿伟你说了什么？煤球啊，你说了什么委屈？我以为你是去旅游了，结果你是去晒太阳去了吧？回来的时候确实真的很黑，因为你们也知道那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每天就是有时候顶着太阳晒，真的确实不容易。家人们对于一个那边紫外线比较强，他这种就是从小娇生惯养的一个大少爷来说，确实不容易。因为他从小也没有吃过什么苦，但是他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确实发自内心的。可能就现在我知道很多黑粉在带节奏说阿伟欢喜，我如果真的欢喜的话，我回到城里，我一天换一个女朋友，我何必要去楼层里面看着太阳呢？对不对？家人们，如果我欢喜的话，女孩子给我送跑车干嘛的，我直接拒绝。我觉得感情不是因为金钱而那种的，有些感情这个东西是正儿八经存在的，不是说就是说，给你100万你就给我在一起，或者是干嘛干嘛的，真的不是钱能够决定的事情，知道吧？所以我现在这个年纪吧，说大也不大，我也不着急，反正我就，我就顺其自然吧。你们觉得阿伟说的对不对？来，说的对的公屏上全部给我扣一，来，我只想看到公屏上3000多个人给我扣一，人多人少气质不能倒，来给我扣个一，来，家人们支持我阿伟的，站在我阿伟这边的，心里有阿伟的存在的，扣个一好吧。我们都会支持你的，放心吧。我希望今天所看不起阿伟的每一个黑粉，一个月转眼过去，回头看阿伟的时候，原来阿伟不是那么坏的人，原来阿伟是一个忠诚的男人，好吧？其实很多东西就可以代表，知道吧？就你看每天我阿伟在直播间分享给家人们的这些好东西，我摸着我自己的良心说，我是 only gay。我是发发兮兮的给家人们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我把好东西我自己体验了，
觉得 OK， 我分享给家人们。第二，我把这个米拉的这么低给大家，知道吧？大家收到这些好东西的时候，你们会感受到这些东西真的是 OK 的，知道吧？有些东西假不了的，我也不是只开一天直播，也不是说以后就不直播了，对吧？家人们这么真诚真意的、真心的对我安慰，我心里面感受到的，知道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上天再次给我从头再来的机会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但是现在也一样，有家人们对我失望过的，但是只要你们没有取关我，关注着我，我你们以后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你们会看到的。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这些小黑们，你知道吗？因为刚开始阿伟直播的时候已经很消极了，一直在这闹。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有这些小黑，我真的感谢你们，要多多刺激一下阿伟，然后越刺激他，他就自己就站起来了。这会儿你看，家人们，咱们谁不用劝了，看到没？所以说每个人存在即合理，存在都是有价值的。就这些，你真的要感谢这些伤害你的、不理解你的这些人。谢谢，谢谢。真的，你看刚才阿伟是什么状态，这会儿自己都说我要加油，我要雄起。嗯，谢谢啊，那些小。不是，不能小大黑粉们，小黑们，小黑，大黑们，大黑们，嗯，感谢你们让我成长啊，让我成长，然后呢，感谢。这会儿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因为你看到别人不想你好，你越不想你好，你就越想好，对不对？你这就是一身反骨，一身反骨，你这个人，好好跟你说话就不行，就得怼你两下，你就很爽，这什么毛病啊这？是这个，家人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阿伟这个人，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那种，不会藏着掖着的那种，不会背着一套面对一套那种，知道不会像那个，不说那个了，不要说了，越气了，啊，说了，对不对？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在直播间说一套，然后等一下下来了又说一套那种，知道吧？我没有说谁吧。你这是聪明，很聪明。哎，啊，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在直播间屏幕前说跟家人们说好听的话。好了，只能说一遍，不能说第二遍了。好，来，吴总，嗯，你有什么好东西要跟我分享呀？没有，我刚刚特意在这个没有了吧？没有。华为的那个找了一下，这样子吧，我跟你，我这样子我还给最后一个，给完最后一个我就去那一边了。这样子了，你就这样子，家人们洗这个内衣内裤的时候都是不是用的这种正常的洗衣液？嗯，其实正常的洗衣液洗内衣内裤是不行的。嗯，知不知道？是吧？对，我今天哎，小王，我在这里。嗯、对，来、哎，那个这个他在熟了，女性在熟了。不说也知道是谁，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吧？你让唐唐说嘛，唐总应该知道，他们会比较注重这一块的。你咋知道的？你都不说，你都知道，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嗯，嗯，那个洗衣液，家人们，这是什么洗衣液？内衣的洗衣液，对，内衣的洗衣液，对。家人们，我跟你说，每个东西它都有自己专属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平常洗这种外衣外套的时候，这种，对，我们都可以用正常的这种。但是我们洗自己的这个贴身衣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它专门的洗衣液，懂不懂？嗯。这个洗衣液的话是挺香的，它是洗我们的那个贴身衣物的，对啊，贴身衣物的。然后因为我们洗贴身衣物的那个洗衣液和正常的那个我们穿外衣的那个洗衣液是不太一样的。嗯、这个如果用内衣的洗衣液，一个是会洗得更干净，就有一些外衣洗不掉的东西，嗯、内衣洗衣液是可以洗掉的、嗯。同时它的那个酸碱性什么这些也是不一样的，贴在我们内就是看这几个字吧，这个东西易什么东西。易什么东西哦？我跟你说，内衣洗衣液一定要做到这个易什么东西，懂不懂？嗯，对，就是内衣洗衣液的话，就是他们平常去我们洗那个，特别是女孩子，女孩子洗那个内衣的时候，然后它那个酸碱性什么的，跟我们外衣用的那个洗衣液是不太一样的，确实不太一样的啊。然后有一些女孩子应该比较注重的，应该都懂。吴总，什么价格给我们啊？嗯、这个平常我们都是在超市里面都是九块九一瓶啊，因为这个东西跟那个洗衣液比起来，完全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呀，你知道的呀。嗯。
对不对？嗯，那你今天给我们什么价格？你今天我就给，我就直接给9.99两瓶，因为我希望9.9两瓶，我希望都能用好身体嘛，因为贴身衣物这个东西比较那个啥，再送一个这个，对，送一个暗的。对，然后你就拿回去装上，用完之后再换一瓶就行了，9.9两瓶。这个可以哦。对，男士可以用啊。当然可以用啊。哎呀，男女这个不分的，哎、这个可以，都是贴身衣物的，不分包括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嗯。你们记住我一句话，贴身衣物要用贴身衣物的洗洁精哦。对，专业的，这个是专业。对，专业洗内衣，不是贴身衣物。我有点。贴身衣物啊，专业洗贴身衣物的。嗯啊，那个保护好该保护，保护好该保护的地方，是不是？啊，我这个有点尴尬，我啊，因为我们平时又洗衣粉洗啊，又洗涤液，洗涤液洗的话，真的不太好。这个专业的事情就是专业的去做哦。咱们这个专业洗9.9两瓶，能不能洗内裤内衣？吴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多放一瓶啊？能不能多送一瓶？把该保护的东西不好不好呀，吴总再多送一瓶呗。阿伟害羞了。不要该保护好的地方保护好、哦、用这个去洗哦，这样就是说不会，而且用手去洗哦，不容易滋生一些东西，倒点水，倒点，不是，这个也可以机洗的、这个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洗的、对，然后搓一下就 OK 了，搓一下就 OK 了，这样子吧，好吧，这样子，家人们，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用的是洗这个贴身衣物用的是正常的洗衣液还是内衣洗衣液，你们告诉我好不好，我愿意拿一些让你们回去测试一下，知不知道，就是你们有一些可能洗完还上面还比较黄黄的那种，对不对？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正常的洗衣液洗，洗不太干净的那种，对，用这个洗。来，如果说你们现在用正常的洗衣液给我扣一，如果说你们现在用的是内衣洗衣液洗贴身衣物的话，给我扣二，行不行？嗯，可以把肥皂，叔叔阿姨可以把肥皂换成这个，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哦，内衣洗衣液、这个、对不对？来，你们扣一扣二好不好？扣二。而且这个这一瓶就很多少毫升、啊？300毫升。一瓶、就是、它是浓缩的，一瓶300毫升啊、哦！而且家人们，9.9，你们平时买个肥皂也要9.9吧？这一瓶两瓶直接安排上啊、哦，9.9。对。来链接，不是今天晚上我看，能给多少单？今天我给你200单嘛。200单啊。家人们，咱们直播间2000人来，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我想问大家，我今天晚上只让我家人不合适，不合适。不是，你先不要说嘛。我问家人们，来9.9两瓶 ，O 不 OK？ 9.9两大瓶。哦，我不跟你争了。直播间上面有人打3瓶，我知道给你的就没有好果子吃。直播间上面有人打3瓶，我就给你3瓶，9.9三瓶，行不行？你不要跟我砍价了。9.9三瓶合不合适？真的直播间，对啊，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说的要3瓶啊，你看，都打的是3瓶。等一下我也拍到，家人们，我也拍到。你也拍了，你现在这个真的可以，你告诉我你现在。哎，有人说4瓶，有4瓶。啊，有人说4瓶啊，哎呀，4瓶来了来了，有，真的有家人来，家人们4瓶打一下。家人们全部给我打4瓶来。打4瓶，我们来打4瓶，9.9四瓶。你看看到没？看到没？多少人打4瓶？你看他们自己打的。看到没？全是谁打3瓶？外面打个4来，家人们打个4，打个4。不是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浓缩的。你别说这个了，你看家人们都说了4瓶了，你就整吧。你们你给多少大？大气，吴总大气。我现在跟你说，我跟你2瓶是200单嘛，就400瓶嘛。嗯。400瓶，如果说你4瓶只有50单。50单。对。100单，那家人们50单可不可以？100单吧，50瓶不可以。这样子吧，老规矩，如果说20秒之内抢完50单，我再给你50单，就是这样子，老规矩。哎，你别来了，直接给我们100单吧。你50单，不要说20秒了，10秒钟就没有了。跟你说，这样。如果说你今天10秒钟抢完，我给你加100单，可以？来，可以。我来，准备好，家人们支持阿伟的啊，10秒钟，10秒钟50单啊。如果说10秒钟之内抢到的都是4瓶啊，家人们。4瓶，你们。20秒钟抢到的都是4瓶。10秒钟啊。9.9。9.9包邮到家，4瓶啊。这是专业洗内裤内衣的。200毫升。啊，他，你们买个肥皂要9-10块钱吧，对不对？你们这四瓶洗内裤内衣，一家人都可以用，你们放在家里面用就可以了。他有那个还送一个这个，插在上面。你们一瓶用完就插在这个地方，就挤一滴，就擦一下就 OK 了。来，50单啊、哦，10秒钟，准备好来，你们把自己的手准备好，下方小黄车来，3、2、1，上车，给力啊、哦！10秒钟给力，
十秒钟跟我说抢完五十单，抢完上车没有？上车。来，已经刹车了，我就开始数哦。十秒钟五十单抢完的话，直接他再收一。今天9.99都是1200。够了够了，人家五秒钟都已经67单了，我们已经超了。这个不是。啊！别吓死我了。不是。不是这个，还没有刹车的吗？我以为上车了，我说你看几秒钟就够了。上车，刹车，你要抵上去啊！我看错了，我看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我们家人这么给。来，上车了，来，家人们，来，十、九，快可以下单了，9.94，八，家人们，抢不了的，可以，抢不了的，可以，六，快快快，家人给力，给力，抢不了，五。那么快，那么快的凝聚力，四，抢不了的，超了，已经超了，二，可以有了，一，已经70到70到80到，已经上，来给我们加100单，家人们，再给我们加100单，家人们，这是怎么抢的这么快啊？八十到了，已经八十到了，80，来，小王，那这样子，在后台加100单，加100单，后台加100单，9.94瓶，已经90到了，100到了，9.94瓶，已经加上，总共150单，你算好就行了。我今天晚上安排他们调货过来。来，这么的，不是，主要是太超值了，知道不？9.9，1200毫升，家人们，可以洗多久啊？他一瓶是300毫升啊，4瓶就是1200毫升，家人们，正儿八经可以啊，这个东西，这个真的，你在超市去买个肥皂也要9-10块吧，对不对？你肥皂敢洗内衣内裤吗？而且它这个是，出来那个肥皂是不能洗那个内衣的，你要用这个洗啊，用肥皂洗真的不如用这个洗。家人们，真的，你们洗内衣不要用肥皂，用什么洗衣粉啊，用什么那些洗涤剂去洗，这个是专业洗内衣的啊，该保护的地方保护好，家人们。我跟你说，就跟你刷锅一样，你不会用洗衣液去刷锅，对，知道吗？洗内衣也是一样的，你不要用别的洗衣液去洗，知道不？对，家人们，来，已经是150单了，来，家人们，已经150单了吗？停，150单了，150单了，已经。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没有了吧？都抢到了吧？家人们都抢到了没有？都抢到了。你别说呀！你一说他给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都抢到了吧？抢到了没有？来，家人们，各位打出来，都抢到了没有？抢到了扣一，没有抢到的扣二。来，可能我的阿姨、爷爷奶奶们有些手慢一点，知道吧？都抢到了没有？真的可以。这个是抢到的扣一，抢到扣二，真的可以的，家人们，1200毫升，一瓶三百毫升，4瓶就120，1200毫升，1200，这是扣这么多一都是没抢到吗？这什么意思啊？抢到的扣一，没有抢到的扣二，没有抢到的扣二啊、哦！有人已经扣二了，不需有。你看，感谢吴总大气，感谢吴总大气。这个这么多人扣二，还有吴总，你确实上的很好，但是我觉得你确实有点小气了。我这边才刚够150单，你直接就给我下了。不是，是阿伟说的，阿伟提醒我了，150单的我还不下。你就不要告诉他，你下次。这么的，我看一下，我统计一下啊，统计一下，来，家人们没有抢到的有多少？统计一下，看能不能让吴总再给咱们搞一点。你置顶的啥？你置顶的？没有置顶的，我没有置顶啊！谁干的？置顶给我取消掉，快点！什么？吴总和唐唐天生一对？这是谁干的？没意思，没意思！掌声来，家人们，掌声！没意思，把那个置顶取消掉，家人们！小王，把那个置顶取消掉，小王！谁置顶的？这个吴总？谁干的？吴总和唐唐天生一对？这个。这太搞笑了、这谁置顶的？赶快给我下了！我怎么他天生一对？确实，我觉得是不是你快点给我点了、取消不了的，取消不了的。怎么可能取消不了呢？你快点你不要搞笑了你。这样子好不好？我再给你加100单，你把它取消掉。我再给你加100单。可以了，可以了。兄弟。我再给你加100单，你取消掉，对对对，我再给你加100单，他可烦死了。可以，来，你给我加100单，我就把它取消掉。来，家人们，好不好？家人们，再加100单，把它取消掉，求你们了，求你们了。加100单，让吴总加100单，好吧？然后咱们把它取消掉，因为很多粉丝，我的家人们，我的叔叔阿姨们，很多公屏说没有抢到，我的爸爸妈妈们，来，天生一对。如果你我数321，你不上100单的话，我让家人们全部打天生一对公屏上来。如果。
他马上不上的话，我数三二一，你不上的话，我全部叫他们在公屏上打天使一队来。是不是你干的？三二一，来，家人们，公屏上全部直播间2500个人全部给我打天使一队。打了，我上了，上车手了，请问上车了吗？喂，哎，你没有？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那个就是说洗衣液，你那个内衣洗衣液，你再给我整200瓶吧，200瓶，对，整200瓶过来，对，整200瓶啊，明天到我仓库就行了。好，好 ，OK，OK，OK， 明天记得啊。上了没有？到底上车没有？我打电话都打了，肯定上了呀。没有上，没有上。来，给我别人给我打天使一队。哎，你干什么呀你？你整他带我干嘛呀？上了上了。你整吴总，你带我干什么呀？好好好，嗯，大爷上了就行了。来，你真的是。你为了家人们，真的是，你真的是这个。来，家人们已上车了啊、哦！看到没有？现在已经180了，来拿着。我不拿了，拿吧拿吧，让吴总拿，我这肚子一肚子气，我这不是说天生一对就是一对的嘛，这有这对吧？让你去搞他，你搞我干嘛呀？没有搞你啊，没有搞你。那个家人们，你们看一下啊，这个9.9啊，9.9直接给大家上视频啊，一号链接已经已经库存给大家加了100单了，库存给大家加了100单了。9.9啊、哦！平时你们买一瓶都是9.9啊、哦，正儿八经的。但是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9.9直接给大家上四瓶啊、哦，上四瓶。然后呢，专业洗内裤不是，专业洗天生衣物，专业洗天生衣物的什么？还有16单，家人们，还有16单，还有16单天生洗这个内衣的啊、哦。然后你们该保护的地方要保护好，不要拿什么肥皂、香皂、什么洗衣粉、什么洗涤剂去洗，这个是专业的，来。放在我这边。对对，家人们，你们说，你们打另外的就可以，你们打一瓶打一瓶，一瓶300毫升啊、哦，四瓶就是一。还有5单，家人们。四瓶1200毫升，他们叫你们两个报一下哎。他叫你们两个报一下。你还在这里带节奏。不是家人们，家人们，你们觉得他们两个八不八配？他们说你们两个要报一下的嘛，粉丝们说的嘛。家人们，我说的我比不了，我都是这个有。我跟你说，吴总，我们两个好心没好报。我们两个今天做这么多为了谁？为了你，然后最后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被他搞来让家人们开心。来，家人们，直播间5000个人，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哦、这个9.9啊、哦、9.9只平时你们买一瓶就9.9，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9.9给大家上4瓶啊、哦、拍一发四，拍一发四，他这个是专业洗内裤内衣的。洗贴身衣物。洗内衣的，对，然后呢他这个他还有还加一个这个。哦，插在上面就挤一滴就可以了，挤一滴，然后呢，就是说你们洗内衣的时候用手搓两下就可以了。这个是专业的，不要用肥皂、香皂。9.94不要用洗涤剂去洗啊、哦！今天晚上9.9，9.9，你们就买一个棒棒糖。今天晚上9.9在我直播间，这个好东西大福利给大家炸，好不好？这个真的真的值了，9.9专用的内衣洗衣液，对，1200毫升，1公斤多。在外面卖差不多200-300都要9.9，对，一瓶是300毫升，这个全称你们上面看到了啊，是一个抑菌香氛内衣洗衣液。家人们，就是女生我们用的内衣洗衣液和我们外穿的衣服用的洗衣液，它的酸碱性是不一样的，对，好吧，我说的够专业吧，对，酸碱性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就是女孩子用酸碱性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贴身衣物去。来，这样可不，最后30单，最后30单不说了。我希望家人们你们不要带节奏了，我是有妇之夫，知道不？不要带节奏了，家人们。然后我就30单，我感谢你们，不要带节奏，好不好？最后30单来，最后30单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9.9拍一发四啊，专业洗内裤内衣的，最后30单，对，现在已经280单了，给大家最后10秒时间就结束了。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一句啊，你们的内衣内裤贴身衣物，千万不要用平常的洗衣液去洗。他们的那个什么菌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知道不？因为你跟你说，就算洗完了，它上面还有残留的。我们记住一句话。你这个酸奶还有吗？酸奶你还要啊？酸奶再给我们来点呗，挺好喝的。来，家人们，最后给大家10秒时间吧，来。来，10 9 9 8 8 7 7 6 6 5 5 4 4 3 3
二二停，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你们抢到了的去付一下款，付了款才属于大家的啊，只要你们填地址抢到了那就都能发货啊。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的就是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抓一些幼汤拍一道发在家里面9.9对吧，发在家里面一家人都可以去用它洗内衣的时候咱们就用这个去洗，不要用肥皂虾皂洗，也不要用洗衣液洗也不要用平常的洗衣液、啊、这个是不好的知道吧。家人们我跟你们说一点，你们很正常的一点我就跟你们说，你们不会用洗衣液去洗锅洗那个 炒菜的锅是一样的，对 对知道不，就是说你内衣洗衣液就专门洗你的贴身衣物，知道不，专业的去做。而且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拍一发四啊，一瓶就是300毫升，四瓶就是1200毫升啊，直接拍一发四给到大家啊，正儿八经你们平时去外面买每一瓶就是几十块钱啊，来抓好期待家人们。然后呢这个东西特别香的啊，你们洗了之后特别香的，这个东西正儿八经专业的，来家人们下方小黄车最后只有四单了，来下方小黄车已经拍了360单了，来397单了，397单，我就给400单，我给出来400单，家人们没有，人家有三十单是没有付款，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再给我们一点，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拍错了什么的，是吧？有30-40单，你看现在我们这边显示没有那么多单，对不对？对，嗯，你们拍到了的付一下款，然后呢地址填好，知道吧？9.9直接告到家里面啊，直接包邮到家啊，邮费什么？就相当于一个邮费钱，来。对，如果你的那个地址下不了单的话，您可以换一个地址试一下，可以换一个地址试一下啊。9.9一个邮费钱啊，9.9就买一个棒棒糖，能下单就可以发货，是一家人都可以用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孩子，全部一家人可以用，放在家里面，对吧？你们就通知家人们，就洗内衣就用这个洗就可以了，专业的放在家里面啊，挤一滴就可以了。OK， 来。来，最后给大家5秒钟时间，来，5 4 4 3 3 2 2，哦，不是，这是2 2 1，没有了。小王，你看一下，看有没有付款的？还有10单没有付款的。有10单没有付款。嗯。家人们，给5秒钟，大家这个10单没有付款的，你们没有付款的，我们就踢出来。然后呢七出来给家人们，没有抢到的都抢到了没有，家人们都抢到了没有，400单了都抢到了没有，来你们没有付款的我们给3秒钟，来3 2 1，付完没有，没有付的话踢出去了。哎，怎么办，怎么办？唐总说要把那个牛奶酸奶再给大家，牛奶给大家上，你们这个确实挺好喝的，阿伟啊，这个挺好喝的，然后价格。你去介绍吧，你去介绍吧，我觉得。这个咱们跟，你试一下这个提子味的也蛮好喝的，家人们。家人们，这个牛奶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牛奶刚才有些粉丝们在那里评论说没有抢到。没有吸管，我用我的。你就别喝了。有吸管嘞，那里面有吸管。嗯，这里面有。这个我真觉得不错，16.810瓶，整整一箱。家人们，刚才没有抢到这个牛奶的啊，给大家说一下，16.810瓶啊，16.8 10瓶就一箱，16.8 1箱。168一路发。对，大家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直接下单就可以了。168是一箱哦，一箱有两个口味，一个草莓味，看到没有？提子味。两箱啊，16.8一箱啊，然后一箱里面有10瓶这种，然后有两个口味，一个葡萄味，一个葡萄味，一个草莓味啊、哦！喜欢什么口味可以拍2单，然后呢，一个草莓味，一个葡萄味啊、哦！然后这个口感特别好，刚才粉丝们没有抢到的可以去拍一单。你来介绍一下提子味是什么口感，我来介绍一下草莓味，我们俩今天换一下。提子味的话就是有点这个葡萄的味道，然后呢，就是喝的时候它这里口感特别好，反正就是好喝嘛。就我哪有知道这么多吗？好喝吗？你上车了没有？嗯，你上车。好直男的介绍。一号链接啊，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已经上车了，你们点进去付个16.8，把地址填上，就直接告到你家里面，
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喝啊。而且过年可以常备的，对，你们可以拍个3、4打、4、5打放在家里面，过年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喝，你们吃完东西拿一瓶喝一下，早上起来喝一瓶，晚上睡觉喝一瓶，很 OK 的。来，